开经本，观众生业缘品第三。上一次讲到不净三宝，我们接下去看这段经文。若有众生心神常住顶悟森林，或前难虑自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处无期。这个是造极重罪业的第三种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啊，第二个是不敬三宝，第三个是精神常住啊，这个侵蚀侵犯损失啊，损坏啊，常住这个戒罪很重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偷盗戒啊，这是诸位都应当啊要知道啊。那么一般人把这些事情啊看清了，以为这是小事，微不足道啊，不知道犯了严重的过失啊。这是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一定要细心去体会。常住有四种，所以常住这是指这个寺院安堂道场里面的这些不动产啊，土地、田植、房屋啊，就称之为常住。那么只可以受用，决定不能够变更买卖啊，这是常住无。你要是变更买卖，这个罪就极重。第二种啊，叫十方常住，啊，十方常住啊，就是我们常讲的四世供养，啊，饮食、衣服、物具、医药，这是十方信徒啊供养。出家人不是指定某一个人的，这个道场里面所有出家人都有份啊。如果你是侵犯据为己有，这个是盗窃。第三种啊，现前的，那么这是我们得到信徒的布施，这个布施范围比较小，只是现前的这些出家人啊，不像前面讲的设方那是所有一切出家人通通有份啊。古时候出家人没有家了，只要是道场都可以挂单，都可以受用啊，他应当要接受，因为这个供养是供养十方的，所以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那么第四种啊，叫十方现前啊，现前之物，你比如这个出家人往生他遗留下的这个物品，这个叫十方现前啊，虽然是现前，他所遗留下来的东西
那十方都有份。所以这个戒罪呀，是从这个地方戒的。世间比如偷盗，你偷一个人的，你欠一个人的债呀，这个诸位同学必须要晓得啊。你要真正了解这个道理，通达事实真相啊，这个世间人绝对不会说某人占了便宜啊，这个话不是真话。某人吃亏上当了，也没这个话啊。为什么呢？这一生你夺取别人的，你来生要还他。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因果报应嘛。啊，我们夺取，将来在来生遇到这个缘了，我们这个财物也被别人夺取。啊，我们要去侵占别人的，将来别人也侵占我们的。所以人与人之间呢，佛讲四种缘呢，报恩报怨，讨债还债，生生世世永远搞不完的，就搞这个事情。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就是讨债还债、报恩报怨来的嘛。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了，恩要报，怨呢，算了，不要再搞了，就把这个账消了。哎，我们欠别人的要还。别人欠我们的不要了，把这个账啊，从这一生都把它借了，都把它了了，这样才能念佛，才能够往生净土。如果你这个恩怨债务常常记在心里面，到时候佛来戒引呢，拉都拉不动啊。你在这个世间的事没完呢，这种事是没完没了的啊。所以欠一个人的你还一个人，这个事好办啊。如果是这个地方政府的啊，比如说这一个城市这个地区的公共的设施，那你要是盗取啊，麻烦就大了。为什么呢？这个戒罪啊，要知道公共设施啊，是这一个地方人纳税的这个财物来建设的。你要盗取啊，这个债主这一个都市的人都是你的债主，你一个一个的还，你要还到什么时候才能还完？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公共设施决定不能盗取，罪太重。如果这个设施是国家做的，那个麻烦就更大了。将来戒罪呀，一个人都是你的债主。啊，所以现在有许多人不知道这个罪的轻重啊。随便破坏公共设施啊，这个罪太重太重了。这是向一个人戒罪。那么寺院庵堂叫三宝屋，这个罪呀，比到一个国家的这个财物的罪还要重。为什么呢？它是通十方，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那么你这个戒罪呀，要向净虚空遍法界戒罪，这个麻烦大了。所以到三宝屋，到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啊，都堕阿鼻地狱。所以有人说，这个好像太不好道理了。啊，这一草一木一针一线算什么吗？为什么有这么重的罪啊？所以你一想啊。他那个主人是谁呀？你就明了了，他主人是净虚空遍法界一切出家人，
你向他们借罪。道的范围非常广泛啊，不仅限于偷盗啊，所以道在佛经里面的解释叫不逾矩啊。常住负责管理的人，他要权衡，要衡量，你这要的东西该不该给你。该给你，他要不给你，他犯戒啊，那他也犯盗戒啊，他据为己有，故意刁难不给你，不该给你他给你也犯戒，所以相当不容易。管理这个三宝的财物，这个一不小心呢，就造严重的果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我们如果说浪费三宝物，也是这个借条啊。我们为三宝借神一分钱，借神一块钱，是你自己种福啊，你种的福很大很大啊。为什么呢？你是给十方一切出家人在他们面前修福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是浪费轻损，你这个罪过就重了。所以今天一般人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啊。出家人也不讲了，你看看现在讲经的法师有谁讲戒律啊？讲戒律人家骂你啊，你讲戒律展开这个，你天天在骂我们，谁愿意听骂人呢啊？你讲戒律一个听众都没有啊。但是啊，那是讲真话了啊。所以言福提众生，地藏菩萨讲的起心动念无不是罪，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过分啊。念念在造罪业，念佛往生谈何容易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要警惕的啊！我们要晓得这个果报的严重性。那么底下这一段呢，点悟生理，这个是犯淫戒啊。僧是出家男众，尼是出家女众啊。世间人无知啊，淫悟生理，或在伽蓝内。这个底下是什么？底下这不是出家人啊，甚至于夫妻参加寺院里面的那这个法会有长的，这长期的法会啊，比如水陆佛寺或者是梁皇忏佛寺，都是差不多七天以上的。这个传戒的发挥时间就更长了啊。有很多居士在这个期间参加发挥啊，住在寺院里，虽然是夫妻在寺院里头要有淫欲的行为，也列在这个罪里头啊。如果不是夫妻，那个罪就更重了，那是邪淫。诸位要晓得，这个都是堕无间地狱的罪啊。现在人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呢啊？祸杀祸害啊，
这个多半都是属于强奸啊，引入之后啊，再把他杀人灭口啊，这个罪就更重啊。所以这些造这些罪业的，都是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再看第四段，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欺诳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前面两句这是举罪啊，沙门是修行人啊，这个并不是指僧尼，僧尼比沙门更殊胜啊。沙门在家居士都可以称沙门啊，这两个字是梵语音译，它的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所以出家在家了都可以称沙门啊，你只要认真修行啊，如理如法的修行人呢，都可以称为沙门啊。沙门这个名称在印度是普通的称呼，所有一切的宗教徒不一定是佛教，只要认真学习断恶修善，通常都称沙门。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这个沙门呢就变成中国佛教出家人的统称。可是诸位要晓得，他通在家，所以称沙门是比较谦虚一个称呼啊。那么他装作沙门，他不是真的修行。那么装着修行目的必然是欺骗众生，所以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在科判里面把它判作破业狂人啊，狂是欺狂的欺骗人，下面呢这是说他的罪状，破用常住，你不是真正修道人，这个十方供养呢是供养修道人的，你真修道他就得福了啊，他供养的修行你修得很好啊，最低限度你来生的人生升天享天福，他沾一点光啊，这最低限度啊。如果你要堕三恶道了，你就亏负于他了，你就欠他的债了啊。这是佛家所谓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就还，要还债的。如果你在这一生当中真的修行，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他的福就更大了，他这个福田呢就真正种上了。
由此可知，出家人这一碗饭很难吃啊！啊，我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同学们啊，比那个乞丐讨饭的难吃多了。乞丐，人家布施给乞丐，绝对没有想到要种福，绝对没有想到要回报。所以乞丐讨来的那一碗饭好吃啊！啊，出家人接受这个布施供养，这个难吃啊！今生不了道，皮毛带就换了。世间这个行业很多，你为什么要选择出家？选择出家，说老实话，不能够。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你就选择阿鼻地狱，为什么要干这种苦事？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非常严肃啊。我们看到现在出家人是在讲的是读经太少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的没有几个人啊。而一般社会人认为什么？这出家这个行业很好赚钱呢，又不要纳税，也不要很辛苦的经营。世间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都要很辛苦，去求学学技术啊，出家人要学这个金蝉佛事顶多3个月就行了，就很熟了，就可以开始赚钱了。如果你再有能说善道，哦，那赚钱很容易。那要不了几年呢，你就可以赚几百万、几千万都来了。可是要晓得，后来的果报在阿鼻地狱，阿鼻地狱罪受完了，还要有很长很长的时间还债呀。决定不能说是欠债不还的，没这个道理。因果通三世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这种做法是破用常住，欺诳白蚁，这个白蚁是在家信徒啊，你欺骗他们啊，违背了佛的教戒啊，种种造物啊，这个造物是贪嗔痴慢啊，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这是第四类堕阿鼻地狱。阿鼻是五界啊，第四类的人啊。末后一类呢，偷藏诸物啊，这是用盗心来盗窃盗啊。前面的轻损啊还要严重。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无故米饮食衣服乃至业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个后面两句是他应当得的果报。常住前面说过四种常住啊，你要是用盗心啊，偷盗的心呢窃取，或是你自己用，你偷到自己来享受
或者是给你家亲眷属去享受，都犯这个罪。这个罪啊，非常非常之重。观佛三昧经里面说，啊，到三宝屋啊，他的这个罪过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你看看杀害父母，前面就是阿鼻地狱罪业，偷盗三宝屋，那个罪业比杀父母的罪还要重啊，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佛在经里面举的这个比喻，比杀八万四千父母那个罪过还要超过。华具菩萨在经上说过，忤逆四众我也能救，这盗僧物者我不能救。华具菩萨是等觉菩萨的，跟观音师至地藏菩萨是相等的。他们说的话真话了，不是假话了。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这个道场，居士道场，居士道场弘护正法，他的因果是跟这个寺院庵堂相同。这些我们都必须要认识清楚。有所需求啊，可以向常住说明啊，常住供养，这是正确。啊，决定不可以瞒着常住啊，自己来窃取。这就错了，最容易犯的这个常住屋啊，纸张啊，像通常讲的信封信纸，我们拿随便拿来私人写信，很小的事情，不学佛的人哪里会知道呢？你像一般社会上，在政府机关做事也好，私人公司里面做事也好，公家的物品像这些东西都随便拿着自己用啊。不懂得佛理，我在台中清净李炳南老居士十年，李老居士在奉司官府服务，他当主任秘书。他告诉我，他每一次去领这个信纸信封，一定要向奉司官报告。我的信，您的信纸信封啊，有的时候我私人写信也要用。那个奉司官嫌他啰嗦，哪一个不是这样？为什么你每一次来临的时候要说这么几句话？我说这几句话，你答应了，
我不犯盗戒啊，我没有得你同意，我用公家信封自己写信，我犯偷盗戒啊，这是明理的人啊。一张信纸，一张信封，他都这么谨慎，可见其余了。所以，小小戒要留意，不可以轻慢的认为这是很小的事情，没有罪，没有那么严重。我们想错了，看错了。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我以前啊念中学的时候有个校长周光道先生啊，以后他来到台湾啊，那么过去在中国大陆他做过教育厅长啊，他是江西人，抗战胜利之后他做江西省教育厅长，在台湾呢，他做考选部政务次长，啊，政务次长在中国就是第一副部长，啊，公家配给他有汽车，啊，他老人家是公事出门用公家的车，私事出门自己乘巴士。为什么呢？不敢浪费公家的汽油啊，不轻损呢这个国家的财务啊。啊，在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官员呢，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都是在家居士，天天读经的。明白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他们做出榜样来跟我们看了啊，家里面有电话，电话是公家给他装的，不是公司不用家里电话啊，家里面小孩都不准打电话的念念呢都能够为国家想啊，啊，替国家借神一分钱都是好事情啊，一点都不敢浪费啊，所以我们今天拿到电话啊，国际电话啊，不懂得长话短说，啰里啰嗦的，一打好久啊，轻神常住啊。你本来这重要的事情，几句话可以能解决的啊，你一拿起电话的时候，在那里聊天问长问短的啊，这个电话这费用的时候，常住付啊，轻神常住啊，就大家不晓得这个厉害。所以我鼓励大家，现在的时候我们这个有些必须要知道的事情传达讯息，最好通通用传真啊，传真能够节省时间啊，你有五分钟可以传十几张纸，这十几张纸你写的东西都已经够丰富了，这个好啊啊！而且他拿到传真一遍没有看清楚，还可以看第二遍啊。电话打半个小时不如五分钟这个传真的效果啊，这个电话费用跟传真费用是相同的，你省多少啊啊！所以不知道啊
造作阿鼻地狱的罪业，自己不晓得，将来堕阿鼻地狱很冤枉。阎罗王把你的事迹当面拿给你看，你一句话都没得说，那就证据都在呀。细说都在戒经里面，此地是把重要的地方略略的提一提而已。所以我们现在要能体会到物力的艰难啊，这一切众生，全世界的众生，不知不觉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虽然享福，那个福报差不多快享完了，福享尽了，灾难就来了。这个灾难佛法里面讲花报啊，果报在地狱啊。花报是果报的预兆啊。我们怎能够不警觉呢？为什么不在这一生当中，短短的数十年寒暑，咬紧牙根？学习释迦牟尼佛，过一个最简单的生活，最朴实的生活，除了弘法利身呢，这利益大众啊，我们应当要做。个人生活需求必须要节省到最低限度啊！如果我们出家人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如法了，那真正如法了。我们出门需要用钱的地方，常住供应。我出门也要节省，回来之后还有多余的交回常住。我们能这样做，决定得到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不如法不如理，说老实话，诸佛不护念你，龙天善神瞧不起你，谁在你的周边呢？妖魔鬼怪呀！妖魔鬼怪得其便利呀！所以你常常有病苦，有殃法，自己还不自觉。不学佛的人真的不明白，学佛的人明了了。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呢，干什么的？两桩事情，一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两桩事情。上求佛道，一定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就是上求，这一生当中决定办到。下化众生，就是给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样子啊，那个下化你就做得很圆满了。今天世界人贪财贪名贪利，我们做个样子
把财名利舍得干干净净，这就是瞎话，不需要说，也不需要人知道啊。你肯做，有一两个人晓得，他们就会宣扬，他们就会告诉人，哦，哪个地方出家人是在这个做法的。这些出家人身心清净，得大自在，智慧充满，这个令世间人羡慕，令世间人向往，来向你学习。才能收到真正利益众生的效果。世间灾难从哪里来的？世间人以为这些大自然与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把这些灾难呢都推给自然灾害，非人力所能为啊，责任都推掉了。只有真正学佛的人懂得医报跟正报是一体，一正报二啊，特别是华严经，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讲的十分的透彻明白。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好法微尘，那么小，那么微不足道，都影响到净虚空变法界。一念善影响虚空法界，一念恶也影响虚空法界呀。于是佛给我们说的共业所感，这个话我们听了决定没有疑惑，古时候的这些帝王，包括知识分子啊，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不读佛书的，都明白这个道理，遇到自然灾害啊，他们都很认真的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来挽救机运，他们懂得这个道理。现在学了一些科学不承认这个事实，认为这是妄想，这是幻想，不合乎科学的原则，迷信科学。科学所研究的是整个宇宙人生某一部分的，佛法是讲全体。执着某一个部分呢，往往伤害到整体啊，唯有顾全整体大局，才能够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佛在大乘经典常常教导我们，深解义趣。
啊，我们结的钱不行啊，这个身结一定要身体力行。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白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无间地狱，求暂停苦啊，一念不得。啊，无间呢，也就是阿鼻地狱。有时候经里面说两种，有时候把它合在一起说。啊，究竟是一是二，没有定论。啊，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桩事情。地藏菩萨略略地举出前面五类的重罪，这是决定堕无间地狱的。啊，若有众生造如是罪，这个如是就是指前面五大类，这个五大类都是严重的是我也。地狱果报出来之后，它还有余报啊，余报在末鬼在出生，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得人生啊。所以得人生呢，相当不容易啊！三恶道的时间都很长啊，这个地狱那就不说了啊。恶鬼道，佛在经上讲，鬼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人间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来祭祀他们。祭祀他们，请他们吃饭吧，那正好啊！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吧，我们初一十五，请他吃中午饭，请他吃晚饭，那他的一天吧。啊，恶鬼道寿命短的，千岁，啊，也算一年360天呢。照这个算法的时候，所以鬼道寿命都很长很长啊。以前章太炎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他在鬼道里面天天去上班呢啊，还看到的是有汉朝时候的鬼啊，他是读书人的朝，这个年晋隋唐，啊，他都跟他们见过面，鬼道见面，啊，所以这种情形我们都要晓得。出生道有些寿命很短，但是出生愚痴，非常执着他的身形，所以很难脱离出生道。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啊，他过去在七树鸠摩罗什住过一段时间，在那边讲经说法。起年建设曾经有一些工程，啊，在做工，大概建房子。啊，这个地下了有一窝蚂蚁，佛看了之后笑笑，那弟子们看到了，是佛看到蚂蚁为什么笑？佛就告诉他，这一窝蚂蚁，七尊佛过世了，他还是蚂蚁身，不是他寿命那么长了，他执着那个身相是自己，死了之后投胎还做蚂蚁，生生世世做蚂蚁，不知道处理，叫出生道愚痴啊。你了解事实真相，
才知道三恶道的可怕了。三恶道怎么去的呢？造作十恶业去的。破戒造十恶业，堕三恶道啊！请看底下经文：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也，云何名为无间地狱？这是摩耶夫人听地藏菩萨讲无间地狱这么严重，都在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太可怕了。有什么叫做无间地狱？摩耶夫人带我们去请啊。地藏被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我们常讲的十八层地狱就是指这个意思。十八层地狱是十八大地狱，是次有五百，名号个别个别，次有千百，名号一别。一切众生在世间的时候，造作罪业有千种不同，所以堕落在地狱，地狱里面受苦啊，也有轻重不等。这个过去李炳老给我们讲经呢，他提过，佛经里面所说的地狱有70多类。地藏经里的人又说了，细说有70多类，70多类我们想想呢，当然还是归纳的。那个种类之多啊，没有法子计算。这佛善于用归纳的方法。像烦恼，烦恼无量无边呢，佛把它归纳108大类。用归纳法。所以这个70多类的这个地狱也是归纳法。最苦的就是无间地狱，佛在经上讲，众生所造的善恶通通有因果报应，一定不会落空。善心，善行必定感善果；恶念、恶行呢，一定感恶报。只要造作罪业了，必定有地狱。地狱是极苦之处啊！我们看底下经文，地藏菩萨说的，说无间狱者，其狱城啊，这个地狱外面有城墙啊，有围墙啊，围墙像城墙一样，周遭80000余里，其城纯洁，高10000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其余城中住狱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狱，名曰无间。那么经里面讲的这些事情，这个地狱之大，难以想象。
八万余里，比我们地球还要大啊！我们地球有这么大吗？啊，这个城墙之高啊，高一万里。我们现在的飞机飞不到那么高啊，我们现在坐最大的飞机，诸位常常去旅游坐这个747的啊，能够飞到同温层啊，飞到的时候就是差不多3万多英尺啊，3万多英尺差不多是1万多公尺啊，那和现在呢我们来讲的时候也不过是10公里而已，这个高度10公里1万里啊，啊，恐怕从地球到月亮了。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我们要相信。金刚经告诉我们，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啊，完全如其事，没有丝毫夸张啊。事实怎样啊？佛就说这样，不增不减呢，这叫如语。对于变化所作啊，化现的，是造罪业的众生业力变现。如果没有造作这么重罪业的人，地狱纵然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 啊就正如当太严居士啊，他要求东岳大帝废除炮烙的刑法啊，炮烙是地狱里面的一种刑法是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刑法不人道啊，而基于人道的立场啊，死就让他死吧，不要将他这么难过嘛，不要去折磨他嘛。啊，东岳大帝派小鬼带他到刑场里去看，他看不到，啊，他才完全觉悟到了佛经里面所说的这种刑法。不是阎罗王设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的，这个就没有法子了啊！不是别人设的，别人设的基于人道，当然可以赦免，自己业力变现的，这个没法子啊！地狱里面这个现象是一片火光。火海啊，这个我们要相信的啊。佛经说地狱是这个状况，其他外教也是这么说啊。你看基督教虽然他不讲六道，至少他讲三道啊，他讲天道讲人道，他也讲地狱，他那个地狱像的时候也是一片火光啊。那么由此可知，地狱的现象如果有甚深禅定的人，就是前面我们看到婆罗门女啊，他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就有这个能力参观地狱啊，他有这个能力啊。亲自经验到这个状况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不可以怀疑。下面说，其余周匝18000里，欲墙高1000里，细石贴为上火彻下，下火彻上，贴蛇贴狗，
锄禾持竹，遇强直上，东西而走。那么这是叙说无间地狱里面的现象啊。无间地狱是大地狱里面最苦的一个范围当中啊，称为无间，后面会给我们说明受苦无间，没有间断。由此可知，其他的地狱里边虽受苦，还有暂停的时候啊。换一句话说，还有让你喘息的这个机会啊。无间地狱没有，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是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一国自见身满万床。那么这个床呢，是受刑人的场所啊，好像一个台一样啊。啊，这个台太大太大。受罪的人呢，他自己感觉到他的身体就那么大。所有一切刑罚同时受啊，千万种刑具同时受啊，不是说这个刑罚受完之后再去接受受那个刑罚，那有间隔，那不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是所有一切刑具同时受啊，刀山剑树油顶蛇一起受啊，同时不是一桩一桩来的啊，决定没有间歇的啊。那么许多人造这个罪业，在这个人感觉到个人自己身体都是病满的啊，充满这个地狱，这是化身呐 啊，也是华严讲的无障碍法界。受罪的人跟一些受罪的人没有障碍，同时受，同时感觉到自己身体遍满地狱。这底下做个总结，众业所感呢，祸报如是啊。地藏十轮经里面跟我们说的无逆罪啊，无逆罪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堕阿鼻地狱啊，就是无间地狱。无逆是大逆不道，第一个是杀父母，父母对自己大恩啊，不能知恩报恩呢，反而杀害父母，这是造无间地狱之罪。第二个是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得道之人。他住在这个地区，是这个一个地区人的福田呢。这个地区人有福啊，接受他的教化啊。阿罗汉现在不在了，到哪里找阿罗汉？如果说杀害善知识，这个善知识能够教化一方，你去杀害他，这个罪过等于杀阿罗汉啊。所以第一句杀父母啊，这是父母亲啊，杀阿罗汉是老师啊。
一切众生恩德最重的无过于轻视啊，所以一切善行无过于孝道啊，孝亲尊师善行里面的第一。第三呢，是破活合僧，破坏僧团，也是破坏教学的这个场所，破坏教学的大众啊，这个罪过很重。最后是讲恶心触佛身躯，啊，怀着这个嗔恨之心，啊，或者是嫉妒之心，佛的福报很大，没有人能够杀害佛。所以有很多护法神保护啊，没有能伤害的。这个触佛身躯是提婆达多的这个故事啊，这是提婆达多想伤害佛啊，用在悬崖上面推下大石头啊，想害佛的生命。金刚神在空中把石头拦截住，啊，这个石头破碎了，碎片啊落在佛的脚面上，他受了一点伤，流血，叫触佛身躯啊，这个罪过也是堕无间地狱啊。用换一句话说，就是破坏正法。使这个社会一切大众闻法的机会断绝啊，所以这个过失是在无间地狱。又诸罪人备受重苦，这一句是总说。下面也都是略说，千百夜叉以及卧鬼，这是地狱里面变现出啊，执行刑罚的这些卧鬼啊，夜叉卧鬼。地狱经里面呢，叫他们做卧兽啊，牛头马面的这些啊，它不是人的形状啊，啊，卧兽的形状非常可怕啊，非常恐怖，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斧铜爪偷业罪人，这受罪的人看到地狱的形象总是逃避啊，想躲避，躲避到哪里去？四面都是火，上下也是火啊。那么这些恶鬼，你想躲避，他把你抓来啊，往火坑上送啊。复有夜叉之大铁戟，重罪人身，或重口鼻，或重腹背，炮空翻起，或至床上。这一些恶鬼戏弄这些受罪的人
古时候，这个兵器只有这些东西。那我们能够推想到啊，现在要是在地狱里面呢，一定有毒气，有瓦斯，有机关枪啊，有这些东西了，啊，有炮弹呢，甚至有核子弹爆炸了，通通都有了。那从前人心里头没有这些现象，变不出这些东西来，啊，变他自己心里面所知道的这一切刑具。那么现在人很可怕的，很可怜的，为什么？看电影、看电视、看那些恐怖东西啊，它通通装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到阿鼻地狱全部现出来，它通通都要收啊。所以这些科幻恐怖啊，这些影片少看为妙啊。哎，纵然堕地狱，少了不少种刑法。我讲的话是真的。哎，你们喜欢看这些东西的话，阿赖耶识里面含藏这些种子，将来堕地狱比一般堕地狱要增加很多种的刑法，一定的道理吧。所以一个真正的懂得修学的人，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一切这些恶劣的境界我们不要去接触，不要去沾染，好啊，对自己决定有大利益了。这是说的夜叉恶鬼。除这个之外，那这就是科幻小说里头所讲的富有铁音，但醉人目，富有铁舌，嚼醉人剑，得知劫内膝下长钉，拔舌根离，抽肠错斩，羊童悟口灌口，月贴缠身，万死千生，夜感如是。每一种刑法都表无量的苦受啊，各有一因。佛在经典里面都有说明啊，总是不离贪嗔痴这三种根本烦恼啊。人在一生当中是在讲受愚痴之害是最严重的，愚痴是对于事理不明了啊，凭着自己的邪知邪见毁谤道德啊，自己心行不正，也诱导他人邪知邪见，共造恶业。佛劝我们布施，在末法时期布施
所产生的负面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啊。前面讲了，唯作沙门，心非沙门，欺骗众生的这个人真有啊，不是没有啊。特别是在末法时代啊，佛说了吗，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些邪思从哪里来的呢？魔王的子孙呢、啊、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想破坏佛法了，佛的智慧道德威神太大了，魔王无能为力，暂时就不破坏了，也跟着佛学，也来听经闻法了。可是坏佛法的意念越消失啊，他跟佛报告，他说我总有一天要破坏佛法，佛说我的法是正法，不可能破坏的。这个魔王就讲了，等到你法运衰的时候，末法时期，我让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披上你的袈裟，来破你的佛法。释迦牟尼佛听了一句话不说，流眼泪。所谓的说，譬如狮子虫啊，环射狮子肉啊，所以这些出家人不是佛弟子、魔弟子，专门来破坏佛法的啊。所以众生看到这些人，不愿意布施，布施你看让他们在享福啊，我们受他们的欺骗。唯如布施，说布施没有果报啊！你看看他布施到底是恶报啊！劝人集财自己享受，跟佛法背道而驰啊！说修善不会得善果，造恶也不会得恶报啊！用这些邪知邪见蛊惑众生啊，使众生呢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那么这些人后面有魔王加持，有妖魔鬼怪在他身边兴风作浪啊。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呀，看到有些邪思势力很大，徒众很多啊，他手下有人才有财富，修学正法的人啊很可怜呢、啊、在这个世间走投无路啊，哪有人认识正法，他们又何尝不想护持正法呢？但是不认识，把邪当作正，把正当作邪啊，去弘扬正法，没人理会呀、啊。啊，可是我们自己很清楚，虽没有人理会呀、啊，善报。再讲来，这个是一定的道理，绝对不能因为啊局势的人都迷惑，我们也随着迷惑颠倒，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他迷我不迷啊，他造罪业我不造罪业
所以世尊当年在世给我们做出了最佳的榜样。我们今天讲苦要跟释迦牟尼佛比，我们的日子比他好的太多了。人家晚上大树底下坐一坐去休息一下，吃饭到外面去偷窝，我们至少还不需要去偷窝，还有房子住我们的衣服比释迦牟尼佛多得多，出去旅行还有行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出去旅行没有行李，三衣都披在身上，波拉的什么都没有。我们要不能认真办道的话，怎么能对得起佛陀？世尊当年在世，虽然有许多国王大臣大富长者护持，释迦牟尼佛没有接受，没有接受他们。你替我盖一个大道场，大寺庙没有。所有这些道场都是借用的。奇树借孤独园，你看禅群，是乞陀太子借孤独长者，接受他们的供养。我们常讲啊，佛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他们的，临时借用的，都给我们想得很周到很圆满的，知道我们在末法时期要遭到许许多多的苦难想到佛陀当年的僧团，我们心就平了。再看底下经文，动静意皆求出无期，造作地狱罪业的人堕落在地狱，尤其是无间地狱。时间之长是以意劫来算的求除无期。但是我们晓得佛所讲的世界，世界有尘住坏空尘住坏空是一个大劫这个一劫皆是大劫每一个界一个大界里面，世界都有尘住坏空。那这个世界坏了，这些堕地狱的人，他到哪里去受罪？世界坏了，那地狱也坏了，他不是可以出来了吗？地藏菩萨在此地说：“此界坏时，即生他界。”我们这个世界坏了。别的世界没坏他就转到别的世界无间地狱去了，还在无间地狱。他界次坏呀，转即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还复而来。这个事情麻烦大了。所以真的一劫求出无期，我们干这个造这个业实在讲太容易了不知不觉就造作地狱的罪业，哪里晓得将来受苦是这样凄惨，这么长的时间谁知道
读这个经呢，千万不要误会，这是佛吓唬我们的，不是事实，是劝我们不要做坏事啊。我们要这样想法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到国报现前，后悔莫及啊！佛怎么会骗人？佛教化众生，方法太多了，不要用欺骗众生的方法。说老实话，世间一个正人君子都不肯欺骗众生，何况佛菩萨啊！因为欺骗众生，诸位要晓得，骗一次，以后人家对你永远不信任。所以，一个正人君子不用这个手段，保持自己的信誉，这个重要啊。世间人尚且如是，何况诸佛菩萨？他们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善巧方便，怎么会用这种笨拙的方法呢？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相信佛在经上讲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一句是假话啊！我们能够接受，能够相信，能够奉行，自己有福啊！有福的人才能修福，没有福的人想修福都修不到啊！这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呢，修福都是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无间罪报，其事如是。这个是简简单单给摩耶夫人汇报无间地狱的概况。又无事业感，故称无界。地藏菩萨非常慈悲，再给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个地狱称作无界，是因为有五种事。五种业，感应这种苦报啊，所以称之为无间。这五种事没有间隔的，何等为无呢？业者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始见觉，故称无间。这是讲受刑罚的时间没有间断，从入地狱那一天要经一劫出来从地狱出来，这个期间当中受罪罚日夜不间断，没有间歇的，实无间了。二者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称无间。这个第二种是行无间，自己的身形。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地狱，地狱有多大了，你这个身形就多大这叫行无间。
地狱里面有许许多多受罪的人，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身跟地狱一样大。啊，这个地狱是化身。啊，像我们讲它的灯光一样，每一盏这个灯的光明啊，都是充满这个样的。啊，即使盏灯呢，每一盏灯都充满了不相妨碍。啊，地狱的身形呢，仿佛如是。第三呢，受苦无尽。啊，这三者，罪气。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刑具啊，插棒。啊，这个都是古时候刑法里面常常用的。啊，用是狼犬，都是铁的。前面我们看到铁鹰、铁石。铁狼、铁狗，啊，非常凶恶的无差夜叉、恶鬼呀！啊，现这个现象啊，对墨具足啊，这个对墨，我们在《地狱变相图》里面看到。把人拿去磨，啊，这人一段一段的给他锯，挫折烫货，烫货就是我们讲的油锅，啊，下油顶啊，啊，挫折都是用刀砍。都是一生当中他造作这些罪业，阿赖耶识里面含藏这些种子，到地狱的时候全都现行。平常不是吃素的吃肉的，厨房里面拿的这些畜生一块一块的来斩了，这就是此地说的。啊，到地狱的时候，这个现象现前了，这些恶鬼呀，把你这个身体也像这个一块一块的来斩切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化现，决定不能避免的。铁王、铁神、铁驴、铁马，啊，这些就是常讲的牛头马面，非常凶恶的恶鬼，身割落手，热铁交身。这些受这个刑罚的苦状啊，啊，铁融化之后，你说那个热度多高，浇在身体上，这身体立刻就浇烂了，鸡吞铁碗，啊，你饿的时候想吃，啊，这个恶鬼，啊，你吃。口张开，铁碗色的，铁碗是都是烧得红红的，不是冷的这个铁碗，热铁碗呐，啊，刻银铁齿，聪明俊杰，素闹油头，苦楚相连呢，更无间断，故称无间。啊，这个地方。也是略说几种啊，细说说不尽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哪里说没有果报呢？
说没有果报，这个话真正是自欺欺人啊，决定有果报啊。所以人生在世啊，短短的数十年寒暑，为什么不学做一个好人？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导我们要节俭，要忍让，《论语》里面记载孔老夫子的德行，有五种啊：温、良、恭、俭、让。夫子处世待人接物温和、善良、恭敬啊，对一切人事物都恭敬了，节俭忍让啊，他老人家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要知道学习。啊，释迦牟尼佛表现的更圆满，更究竟，更彻底啊！为什么不学圣人？为什么不学菩萨啊？要学这一些造业的众生，那就太苦了。世尊在忉利天宫这一会，把末世的众生附托给地藏菩萨来教诲，有道理啊！末法时期的众生贪嗔痴三毒增长，不知道忏悔，不知道向善了，不懂得孝亲尊师，不明了善因善果，要靠地藏菩萨教诲啊。我换句话说，末法时期真正能教诲一切众生的这部经，应当是必修的课程。要常常讲解，常常宣扬啊。佛把弘经这段事情附托给一切与会的菩萨，我们听了之后要自己发心直下成道啊！佛的嘱咐我也照做，我也效法地藏菩萨，依照经典的教诲呀，修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不顾自己的生命，何况生活的苦难，一定要把佛的教诫做到。往后的果报必定如经所说，我们发愿求生呢，一定得生净土。第四个叫果无间，四者
不问男子女人，相互夷狄，老是有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系统受之，故称无间。无间地狱受罪的这些众生非常复杂啊，有男子有女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啊，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相互夷狄就是我们今天讲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老有贵贱，那么这是说的我人道啊，人道之外还有其他的天道里面修罗道的畜生道的魔鬼道的啊，这几道的众生如果造作上面所讲的罪业，都要堕无间地狱，这是果报啊。龙代表畜生道，神楞严经里面有讲的仙道啊，天是讲的欲界天、色界天，还包括无色界天，都包括在其中啊。鬼是魔鬼道啊，啊，那么换句说是地狱以外的五道啊，造作罪业，这罪行业感系统受持啊，这所称为无间的无间地狱的众生呢，这个非常非常复杂啊。这个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四禅天、四空天啊，这个四禅是指第四禅。四空天，天人寿命终了之后，多半都堕无间地狱。啊，我们一般人讲呢，爬得高，摔得重啊。啊，他们为什么会堕无间地狱？他们认为自己升到第四禅，升到四空天了，以为就证到大涅槃。寿命到了之后啊，于是他就后悔，就毁谤三宝啊，这个诸佛如来菩萨讲的大涅槃是假的，我已经证得了，你看我还寿命还到，还要堕落，所以他谤佛谤法谤僧啊，他在最后那一刹那毁谤三宝，这个罪业都要被定啊，所以他不了解这个境界是虚妄的，误以为是涅槃境界啊，所以造极重的罪业。第五呢，叫命无尽，无者若堕此狱，从初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站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间。那如果在地狱里面受这个刑罚就死掉了，哎呀，那真正是恭喜他了，大喜事啊！地狱就死掉了，他不管生哪一道都超生嘛，这个受的苦难都减都减轻嘛，大喜事啊，死不掉吧，这个地方才死，风一吹又活了啊，活了再生，所以一日一夜万死万生，这个万是形容
不是数字，那比这个万的数字还要多啊！啊，死了又生，生了再死，啊，干这种事情，永远没有间歇，啊，暂时休息一下都不可能。除非业尽，你这个造的这个业在地狱里面受尽，啊，受尽了，那就在地狱里面死了，就超生了。啊，如果你的罪业没尽，你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回报三宝，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是口头上的回报，一定要等你在人间回报这个影响消失了，你才能处理。如果你的影响还在，你就没有办法处理地狱。所以言论上的影响持续的时间不会长，啊，你比如说回报三宝，有人听到了也跟你一道回报，啊，但是过个30年50年，慢慢的大家就忘掉了，啊，影响力就没有了。假如像现在呀，这个录音呢，这个麻烦大了，这个影响的面太大了，时间太长了。如果有人把你回报三宝的这一些录像带、录音带保留下去，那个麻烦可大了。他要把你送到这个博物馆当古董去保留，他保留10000年，你在地狱10000年不能出来，这很糟糕的事情。如果再回报写成文字印成书，哦，那个麻烦可大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本书存在，你就脱离不了阿鼻地狱。必须这个世间呢，这个书籍通通都没有了，都损坏完了，你才能离阿鼻地狱。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们翻过来，你要是赞叹三宝，赞叹善，只要影响力存在，你这个福报就有的受的了，有的想的了，啊，一反一正呢，我们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为什么不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呢？福报无边啊，翻过来要造作罪业，苦报也无边啊，都在一念之间。诸佛菩萨劝导我们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好的标准在哪里呢？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最好的标准。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典里面所讲的相应，就对了，决定的福，这个福报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啊，千万不能够违背经教，造一些恶事，图眼前一点点微薄之力，后来遭受无穷的苦报，那就得不偿失了。
再看底下经文，地藏菩萨白什么也，无间地狱粗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灯明，就苦住苦事一界之中求说不尽。啊，经上讲的简简单单的提出一个简报啊，如果要详细说，这都是真话，说一节都说不完啊！说一节什么？说地狱的名称，地狱里面那些刑罚刑具的名称及他受苦的事情，一节说不完呐、啊。没有讲其他地狱，无间地狱，无间地狱说一节都说不完。如果在其他的十八地狱通通说，那这个二节、三节、四节恐怕都说不完。啊，我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实状况。摩耶夫人问：“仇有何长？”顶礼而退呀！啊，摩耶夫人带我们齐请，听了这些话，很难过啊！难过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忧愁阎浮提众生，摩耶夫人对我们这个世间特别的关怀。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呢，还继续不断造罪业，这是他忧愁的地方啊。啊，自己想救拔，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也是他忧愁的地方。啊，顶礼而退也，你看。对地藏菩萨的尊重啊，礼貌非常周到，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教导我们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